九天银河最香溢，小小列兵兵了此地，我怎可能忘却林叔尊也不敌九天银河瀑布之后，难走了一个洞窟。是啊，这是咱苏兄弟的秘密。哈，苏兄，咱的三级提升终于完成了。就算我火车归零，凭这套秘合，足以功台千宗。嗯，为何不闻不乐？苏尊是已经宣布，苏兄是下级的宗主。一道这三级提仙，万不可轻用。为何这样说？难只顾着招式归零，却忽略武学就行。这三级太凶残，已背离其中的武学宗旨。只要不用凶残变凶残，是的，这是不合其中最直接武学的方式。答应我，三级提升既容易又粗，一力过，永不背离其中。安阳不求，初心准备背离其中，精力背离苏香。安阳将来不变，红了我，苏情告诉为止，不可能。既不杀我，为何不将我葬在其中之外，一路应应？这样谁来保证你的安全？如今人呢？你对伊做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白交，是我想如今去关心你。难道你真以为我会斩海东门？也许，难道低估了清明？你怀疑叶武功巧合勾结？难道你无察觉吗？清明组织本属凶性，加上练功勤奋，有何怪哉？不管你如何抬目，一定爱催出如情的血路。我也，啊！太乙兄弟，齐鼎老孙。苏兄，不负景用吧，迈出多路武功之术了。以太乙幻法力结定，你打算困我多久？只要你愿与我并肩，一脚轻松一通速松，你的路我行我偏路。哼，我再来看你的凶势。不敌如情怎样了？